9举手之后还可以再跑自己，你现在可以摸啦，现在可以摸人家屁股。好的好的。双手举高，好，现在可以摸。动作要大啊，动作要大。好嘞。你这样怎么可以破我记录呢？跟他一起跑啦。不要啦哦。你刚是几秒啊？你要看有没有新世界纪录就没有。有我新世界纪录啊？应该没有我的纪录吧？你跟他一起跑呗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哇，靠，救命！就不用看了，你现在往上举就行了。第一个比较好玩。哎，跳过，你可以跳过，按上，两只手举起来跳过。啊，那个直接跳过。跳过。那个。后退。你去哪一只手啊？哪只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原来我是那个人，讨厌。手不能动哦，哪一只手就打直了跑，跳，出界。所以说，你丢的时候呢？你丢的时候手尽量往上哦，不要动哦。慢慢跑，走，我再看。停下来，丢，踩线。是哦。再一次。第三次是跑，好饿啊！学我，好，你丢的时候手要往上，不能往下。世界纪录啦，一样。你看到我玩的还世界纪录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纪录。手不见啊，手慢慢动啊，不要动那么快。跑步然后跳就行了，很简单。没有袖子，在那边拉袖子，趴在地上。开始啊！蹲下来看看能不能蹲。开始了。我是十二哎，太久没哎，九点九，我是十一还是十二？还不是我最高纪录，有三次，哎，小心跳哦，跳尽量往直，不要跳的时候着地的时候不要往路哦，等跳，对啊，你跳的时候不要再往后路了。到时候是滑倒的，你讲。昨天有叫他在那个捷径门那边跳，他都不跳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十三哎，十三啊，脚长的人特好。还没有。对啊。十。这我要想办法固定，想办法固定起来。哎，你这个是失败，为什么？不晓得为什么失败。不知
踩线吗？没有吧？選手たちは円盤投げに向けアドレナリン全開ですよ。我又是那个世界纪录。最初の投球でいいクロスの出し手を使うところです。ダダダ。他离开感应范围了呀。手要举高，停在空中，不要下来了。你挥出去，不要下来了。音乐播的实在是很那个。丢个。随便丢也赢。快点。到上面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试试而已。我没有放下啊。我知道啊，你腰没有甩啊，你腰也要跟着转啊。是哦。对啊。你手举高，然后呢腰扭一下，手会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为什么你都这样？笑掉大牙。哎，反正还是第一名。所以你就要小心哦，跑跑跑，跳的时候着地就直了，不要再撸一下。这样子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你先试跳，你不要跳的时候往下撸，这样顿一下，不要，会跌倒。这个，嗯，下次拿那种双面胶啊，那个魔鬼毡还要缝起来啊。好了，不要臭屁了，想学我？两手举高，开始。一击是给的，你偷跑！你害后面也跟着偷跑。我讨厌你！你直接跑过去摸赖的屁股的。绿色的时候就跳哦，然后绿色跳，还穿裤子，跳，我裤子掉下来啊，跳，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要穿裤子的动作，拉裤子，哈哈哈哈哈！拉裤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好吓哦！再一次吧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还要等级的，那等级有啊。爸爸拉裤子，等级和那个 NPC。你坐着。等级越高。没感觉。你站起来吗？摸到胸部了。